不错。那再蘸着这个吃的这个东西，它最好的啥？它是强的点。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事儿？熟的，你强的点才能带回来。那那有点好。不是，嗨。那就纳闷的了，那你这老乡哎，不错啊，那老乡穿个轮鞋是吧？你不管过这俩，这个轮儿，这个都是新来的。